嗨，所有彩虹天使咖啡屋青少年职工们，大家好！上一次去了咖啡屋之后，就知道这个志工们的一些手工的义卖的东西，让我非常受到激励，所以我今天呢也提供了一些手工的作品，然后也同时非常谢谢这些志工们，把你的爱心、把你的手作放在这个彩虹天使咖啡屋。付出一份心力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把爱放在咖啡屋里头，然后希望还有更多更多更喜欢咖啡屋的同好们一起来，祝福今天的义卖成功，活动成功，谢谢你们。非常谢谢大家平日为彩虹天使咖啡屋做一些推广，然后提供音乐的分享，还有手工的分享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希望这一次的活动可以更加聚集更多喜欢手作、喜欢天使咖啡屋以及最最热爱传递爱的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。